今天你哪儿都别想去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你真的会去？是。既然你铁了心了，我只能祝福你。今天你哪儿都别想去。正式开始。你快上啊！你快去啊！你干嘛呢？站起来，拦住了。你给我。好了，不去。站起来怎么办呀？给我。你现在跟吴红混，你来这儿就是在替他办事儿。你怎么知道？对准了，电钻。这世界很酷。